安尼是不是浪费你的人生？所以咱当然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学，要安怎把这咱这人生吼生活较好，生活较好的上重要就是学习嘛。咱若看拢侪学愈侪，咱就愈精彩。啊，咱若无的时阵吼，嘛对人行，人安尼若行向对吧？安尼这款人生就无什么意义啦，无什么意义。所以吼，恁真幸福。我咧讲恁真幸福，就是恁的活动有人甲恁做记录起来，这就是幸福。啊无，咱现在啊足侪人诶，咱现在啊毋是干那恁即几个人诶啦，至少还阁千外人，因咧活动有啥人咧甲做记录？无啊。啊无死了就死了嘛，无人知。但是咧，恁各位永远拢会，大家拢会知，因为所有的历史内底吼，若要写着咱婚姻观的地方史，一定是恁一定的，一定恁一定。就我咧讲的意思，那是业外的。啊，但你对恁个人讲起来，阮这新生妈甲去甲西丽妈，伊若去到底啊，就变骂就对了。啊，伊的人生就存在，伊的人生就存在。哎呀，啊，这就是咱做人的意义。啊，今仔真感谢吼，王老师人阿婆用很大的心，啊，甲咱这记录，安尼整理起来，要整理无简单嘞。咱毕竟吼上过遐济场，活动嘛遐济场，啊，甲这上个精彩的部分整理出来，这若无人听到对阿放的心吼，都互人足感动的。我问讲，阮无一工，阮无政府感动，对啊。你若无诶时，你若无你条件，你要请人啊，我出来演诶时，要甲恁做六十周年诶结婚典礼，恁都唔肯啊，唔肯是因来算计，因一生无即个机会啊。所以人诶生命，拢一直咧行，一直咧行。你若无把握诶时吼，你永远都无迄个机会，啊，无迄个机会。你搁回倒转来？无啊，无啊。你廖中基、甲林先生、甲林洪赛两个人过往，无人会记。但是呢，阮无接到无证的，一百年人都会记。搁一百年后人都会记。人讲哦，迄阵你新娘遐水，遐囝婿遐条件，人拢会记。哦，这就是六年咱国家。替咱出一出啦钱，我讲恁来直接是国家迄个开两角钱，啊，恁若走去平伊一届，就上少280块，拄啊差1000块，但是恁来足快乐个。一个重点，我一直咧强调一个重点，恁来遮毋是为着食点心哦，恁若为着食点心个，毋免来，恁来遮是为着快乐。为着要你的生命吼，感觉较光荣，你的生命感觉你的生命吼，诶，一切的事哦，是有安尼真有色彩的，啊，感觉你的人生有意义，将来咱的囝儿孙啊，永远拢会甲你记的。啊，咱咧做六零生命故事这个部分的镜头，咱就有真少吼。这个故事的